元哥，集合打团了！我让我的傀儡跟你们去，我俩战斗力都是一样的。等敌人过来了，我们埋伏他们。哦，你怎么就去清兵了？小心有埋伏！呀！快躲！快点！我们兄弟俩不分彼此，虽然说的是你，但是都在我心啊！快出去发一赚钱吧！可恶，一个都是你啦，伤害都是我的，我已伤害了家里的子了，元哥你给我等着！这不是小傀儡吗？你找我有事儿？元哥，你有没有办法让我摆脱元哥的控制？元哥是通过血脉压制控制的，如果你想脱离他的控制，首先要一副躯体，然后将你的灵魂融入这具躯体，这样才能摆脱他的控制。躯体？我是哪里的躯体？我这里刚好有一具傀儡躯体，我可以尝试用我的魂链帮你转移灵魂，不过可要想好了，如果失败了，你可能会魂飞魄散的。不是魂类，你进去，你的魂链不能飞行你吧。好，出来吧，傀儡！去吧，魂链！回来吧，傀儡！哎，咋没作用了？傀儡，你在哪里？现在